果没报到的话，我们就会把你的水壶瓶跟充电宝都找走。对啊，死！水壶瓶都在这。对啊，我们直接问他们说，如果雨巷没报到的话，我们就跟你们。不要报到。我每次找到雨巷号都有事。对啊，他很难救哎。真的吗？学长。对啊，你面子比较大。准备啊，大声一点！你声音那么大声，快点！
黄子轩有点夸张。得分，那我搬吗？得分。